者钟志凯台北报道，千八田德门除陈毅肺腺癌不幸病逝，享受74岁。资深媒体人王瑞德昨透露，千八生前最感谢吴宗宪。原来之前吴宗宪曾提前把策划节目还出手金元，从此在心中感佩。据悉，吴宗宪19年前曾替前爸策划台湾加油，前爸加油节目内容是找前爸跑马拉松，因他当时不忍看60岁的前爸为了失智症的母亲所苦而开计程车，在他母亲急需用钱住院时伸出援手，还帮忙还债。昨吴宗宪则谦虚表示，这是他应该做的事。钱德门生前最感谢吴宗宪。翻社自脸书，吴宗宪曾对钱德门伸出援手。翻社自脸书。